然后我想问一下，那然哪一段戏是让你觉得最有挑战的、最有难度的？当然是舞蹈戏，<笑>跟我们，因为我没有，我当时也没有学过，跳舞，然后也要学习京剧、佤族舞，我是从芭蕾舞开始学习那个舞蹈，就是基础，然后每天各种软开课，对，每天在痛苦，还得去上课。 然后那个那场戏其实最难的是不是动作，难的是头发和衣服配合，因为头发容易缠在腿，然后那个衣服也是容易挂在道具或者踢腿，怕会踢到别的演员，就是有些难度。还有我们那场戏有火，就是也是有危险。